锅包肉属于哪一菜系？锅包肉属于东北菜，原名锅爆肉。锅包肉做法：猪里脊肉300克，土豆淀粉150克，白糖100克，醋100克，酱油、盐、香油、葱、姜、蒜、香菜适量。把猪里脊肉切成3毫米厚的大片，用适量盐抓取，入底味，淀粉加水泡透，待淀水沉淀，把水倒出，把淀粉放入到装肉的碗里抓匀，葱姜切丝，蒜切片，香菜等切断，锅上火加入3斤油，待烧至70%时，逐片下入化好的淀粉肉片，炸至3分钟左右，外表挺实，敲时有清脆声捞出。待油温上升至80%，再下入肉片复炸，把糖、醋、酱油、香油调匀，肉炸脆用漏勺捞出。锅底留油，放葱姜蒜炒香，放入炸好的肉片，烹入糖蒜汁，颠覆炒匀，加入香菜梗，出锅装盘即可。锅包肉成菜后，色泽金黄，口味酸甜。